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龙，今天是艺兴的生日。我记得从我第一次跟他合作到现在，已经是完成了我们的第二部叫《传说》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看见艺兴不断的真的非常努力的认真工作，也感受到他不断的在成长。今天是你生日，祝你生日快乐，也祝你越来越好。Happy birthday to you。Hello， 艺兴，我是杜哥，我是阿天，周记的主持群这边祝你生日快乐。大家好，我是唐吉礼，艺兴 Happy Birthday， 祝你唱歌越来越动听，你的舞蹈越来越迷人，你的演技越来越感人。我在这里祝你生日快乐 ，Happy Birthday， 爱你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艺兴生日快乐。哎呀，艺兴，你听歌唱歌是不是脑袋都大了？哥真的是为有你这样的兄弟感到骄傲，感到自豪，因为真的你特别特别棒。你看前段时间孤注一掷，哇，那简直是太好了，演得非常好，哥由衷的给你点赞。好了，艺兴生日快乐，不多说了，保重身体，加油，哥想你了，期待有一天咱们尽快的相聚，爱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艺兴的哥哥洪磊。艺兴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生日快乐，艺兴，很棒，我们有你这个弟弟，很骄傲，也很幸福。现在我们这几个人，你变成大哥了，像个家长一样，谢谢你，给你一些祝福。我觉得你的唱跳不用说了，你就是最棒的。最重要的是注意身体，也别让妈妈还有爷爷他们操太多的心。然后最后说一句，如果在北京就请妈妈还有爷爷到家里来吃包子好吗？爱你一些，生日快乐。亲爱的艺兴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希望你这个开开心心，希望你健康，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啊！最近都发展得非常好，又开演唱会了，然后电影的票房又那么好啊！今天有很多的这个现场的这个你的粉丝、你的歌迷啊，我们一起来这个祝你生日快乐，艺兴生日快乐，你已经长大了，生日快乐，亲爱的啊！这个希望你自己的人生的舞台也可以更加的宽广。你可以更加的自信，更加的从容，然后你的人生可以有更多的美好陪伴着你，啊！我永远爱你，记住。好了，注意了，这个人啊，这个人，是不是？啊，这个人啊，这个人呢，这个人呢，今天就开始又要过一个生日了。哇，转眼又大了一岁啊，又成熟了一年了，在这里祝张艺兴先生生日快乐啊！慢慢慢慢的就变成了成熟的张艺兴先生，这个作品也越来越棒，人也越来越棒，相信你后面的人生也会越来越棒。在这里祝你生日快乐！